今天很開心啊，可以請到有台灣專程而嚟的黃美姬老師嚟到當中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喎。Hello， 黃老師你好啊。Hello， 明星哥哥你好。你好啊，這個時候咧，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黃美姬老師。那我來自台灣，然後呢，我現在是以造型饅頭為主。那我有出版三本食譜，然後有兩間烘焙廚藝學院，然後有兩個小孩。哇，真的很開心啊，又有出書啦，又有做饅頭啦，還有兩個小朋友的。好啦，黃老師啊，其實呢，為什麼你會選擇去做這個饅頭呢，為你的發展史的？是因為我自己是北方人，我是內蒙古人，然後結婚後嫁到台灣，所以我本身很喜歡吃饅頭。我是吃饅頭長大的小孩，然後饅頭它很健康，沒有任何的添加物，低糖低油，然後如果再給它可愛的造型，就是一個健康又療愈的食物，所以我很喜歡它。哇！我見到都喜歡啦，咁多咁可愛嘅饅頭，小朋友特別喜歡，亦都會吃好多嘅。咁嗱，你去過唔同嘅地方啦，台灣啦、中國啦，好多東南亞嘅地方，你知道香港嘅啦，特別潮濕嘅，會唔會喺做饅頭嘅過程當中咧，要注意一啲事項嘅咧？香港同學，我會特別提醒大家，你注意只有水分不要放得太多，因為香港很潮濕，麵粉可能會受潮。那你在做的時候呢，就水量可以減少一點。那如果你參考我的食譜的話，裡面會有配方，你可能把水分可以減少5克，它就不會那麼的軟。那這麼就比较不容易皱缩。哇，非常之好啊！記得大家買老師的書啦，書裡面有教噶嘛，係啦，大家都可以咧睇下嗰本書嘛。另外就係啦，其實咧，我知道你咧喺饅頭方面啦，或者咧喺出品方面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噶。咁你自己最中意咧係邊一款啊？因為我的原創造型大概有500款。就是因為生活中會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可以拿來創作。每一個都是我的最愛。就是每一個我都是，因為它就是來自生活中的感動。我舉一個例子來說好了，比如說我有設計一款小刺猬，很可愛，就是灰色的，上面還可以背小果子，然后那个刺猬的原创的造型来自于我儿子，他很想要养一只刺猬。然后大家知道养宠物会比较麻烦一点，那我就跟他说，妈妈帮你做一只小刺猬给你好不好，然后一样可以拿来捏一捏玩一玩，还可以吃掉，然后所以对于造型就很有感情，所以每一款造型我都有一个小故事，都会很喜欢的。哇，好开心哦。其实每一个出品每个产品都有它幕后的故事，所以你每一个都会喜欢。对，都很喜欢，就跟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。老师经常讲小孩子小朋友，其实呢有两位小朋友，而且老师又出书，又做很多的事情。老师啊，其实你是怎样美肌的？为什么你可以这么青春？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活泼？为什么你看上去好像只有20岁这样的呢？谢谢文森哥哥，文森哥也是年轻到让你觉得说 不像话，太鲜肉了好吗？根本看不出来三个孩子的爸爸，我也觉得很厉害。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个年轻的样子，我觉得要有一颗年轻的心，你心里面要有个小孩子住在里头，要有童心。再来的话多吃馒头，我是说真的，因为馒头是真的食物，它不燥热，不是炸的，不是油的，热量很低，你就会维持一个比较纤细的身材，会吃的比较清淡。OK， 就只有这样子，好吗？保持童心，然后吃馒头咯。知道老师。老师呢，其实呢你有很多方面啦，有出书啦，有教班啦，自己亦都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培训。咁其实喺嚟紧啦，新的一年啦，你自己会怎样去处理同埋点样安排呢？我其实还是希望可以把我的本业做好，把我的一样，把我的教学的工作做好。因为比如你一月份会在上海开课，那台湾会有持续的课程，然后也希望可以把我的厨艺学院经营得很好，因为我有两间专业的学院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希望把书可以写得很细。让我的读者可以透过书可以学到很好的东西，可以做成功给孩子吃。后面我很想挑战的工作，像是想要挑战文森哥哥的工作啊，我很想主持美食节目，来采访别人，听听别人的故事。所以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看看，或许有机会。一定有机会啊！同埋你做得咁好，我会加油，一定加油啊！向你多请教。唔使客气嘅，老师，我会嚟台湾揾你噶啦，系啦系啦。大家来喝珍珠奶茶。实在太好啦！今日咧好开心啦，可以请到咧美姬老师，系美姬老师啊！哇，真系一睇就知道系美姬。所以咧好开心，今次再次多谢老师嚟到当中，希望你多啲嚟到我哋香港当中，可以接受我哋嘅访问，同我哋一起见多啲学生。谢谢大家，多谢晒，多谢老师。